伤了本王的胃倒没什么，可伤了芊芊的心，本王就大错特错了。韩王，抱歉。沈千衣，若没有你，此刻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是我。娘子替我出头，为夫甚是喜欢。就知道拿我当幌子，信不信今晚让你睡地上？嗯。王爷，您身体不适，咱们该回了。 孤王身体不便，应当早早休息才是啊。这何婉一可真能跟啊，竟然装成了宫女，憋了2天才露面。芊芊，为了不相干的人，你与我吵架不值得呀。我才没有跟你吵，为他吵，我还不如写写军事策划。1个月后咱们还要演习呢。娘子聪慧勤奋，为夫也不该闲着。石头。 主子，属下没猎着狼崽。进来，东秦那边的消息探得如何了？底下人没找到老侯妃在东秦的身份，是不是方向不对？凌天，东秦临海，你不如让人查查东秦人可知道海边有什么毒物。另外，再查一下西楚可有什么奇花异草是咱们大越没有的。按王妃说的做。是。你发现了什么？记不记得上次？ 我在老侯妃地道里捡起的那张蓝色的纸，那张纸曾出现在丞相府，被我四妹沈可盈捡去玩。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，袖带全烂了，纸却是完好的。带有腐蚀性的毒，不可知。只不过你想，一个是东秦，一个是西楚，中间还隔着3个国家，是如何用着同样的纸张的？你说东秦我知道，可西楚，2张纸，前后出现在楚慧蕊和老侯妃手里。 你说谁是西楚？楚慧蕊是西楚细族，不仅是细族，还是西楚假死的四公主。她是西楚四公主，老侯妃在东秦的身份也不会低。东秦和西楚恐怕早有勾结。你我早做打算，若是5国战乱，也不至于任人宰割。啊！你做什么？我忽然发现我捡了一个宝啊！你说，若是韩王那小子知道你有这么多的能耐，会不会想砍死我？ 将你抢回去，就是他不知道，现在也想砍死你。这倒也是，不过本王真的很想挖下他一对死鱼眼睛，也免得他总是看你。好酸哦！也不知道咱俩谁是个醋坛子，酸了一晚上。啊！穆凌天，你有种！请孤王妃息怒，奴婢不是有意的。孤王妃，皇上，请您过去一趟。 皇上身边的宫女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当真是皇上叫本妃过去？是，请孤王妃跟婢女过来。打晕了，快点把她绑起来，送到韩王印帐中，不然咱们俩会没命的。小红，咱们怎么避开护卫，把人送到韩王营帐中？ 哎呀，你要死了！叫我的名字，万一被人听去，咱们不就暴露了吗？可是咱们这样过去真的很危险，说不定会被护卫发现，乱箭射死。再说，要是孤王妃死了，挖成厉鬼找咱们怎么办？那咱们把她扔树林中吧。小红，这样做真的没事吗？你还叫我名字？快跑吧！ 那女人给了我们500两，也够咱们活了。害了人就想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我命啊！是你打晕了我，又将我扔到树林中，被野兽咬死。王妃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找奴婢。都是那个姓何的女人给了奴婢姐妹银两，让我们将你扔到汉王营帐中，败坏你的名声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何婉一好狠毒的心思。凌天，有事。芊芊刚刚出去。 你便这般旁若无人的走进来，是打定主意，芊芊不会回来吧？凌天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你误会我了。何婉一，本王当真是小看了你。芊芊要有什么事，本王第一个不饶你。啊！林天，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情谊？放手！林天，我们一起长大，私定终身，难道还比不上一个你才认识没有多久的女人吗？你曾说过我是你的仙子，如今我回来了，林天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你不要我了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还是舍不得我，对不对？林天，我想你，6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。哟，看来我回来的不是时候，你们继续。